各位同学请就坐，咱一分钟要开始上课。各位同学请就坐，咱一分钟要开始上课。各位同学，我们即摆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大家同心，午安，真欢喜。今仔日坐甲满满，大家家己鼓掌一下，感谢啦！因为有恁来参加，咱的成功搁进一步啦。所以，我话要做一个调查，因为伫初级班闭幕的时阵啊，拢我的 PowerPoint 讲不完啦，啊，要调查看卖咧。那初级班有上过课的，那较济，我有的部分我都会使较跳过，卖讲。咱即马大家举手一下，好无？那有上过我的课的，请举手一下。啊，感谢。好，安尼，咱有诶。影片的部分啊，咱可以啊，卖放遐济啦。但是重要的部分，咱也爱甲大家讲。但是有 PowerPoint， 拢有 PowerPoint。咱大家爱了解，现在啦，愈来愈安啦。咱的论述几乎台湾所有的在政治上拢会清楚啊！我伫伫上头咧发，四月七日愚人节，咧想讲诶，啊，但四月七日奈？讲愚人节哦，原早就是安怎？日本啊，天皇甲台湾并入他的国土，他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一步一步在台湾选三个参议员去东京开会。选五个众议员去东京开会，啊，中国要骗咱这些人，讲四月七日拢是骗人的啦，这咱看甲足清楚，哎，伊阁甲咱讲。什么光复节咯？迄国旗啊，出来，迄都明明，你那是光复节，
那是啊，做啊，咱日本向啊，这个叫做流氓政府投降，恁一个国旗啊就好啊，那爱四面国旗。最近大家老在看报纸，拢看会到。好啦，咱和大家去思考，确定啊。有奖问答，因为大家要提一张证书嘛。啊，这张证书我就讲啊，这就是啥 ？B， 什么投资报酬率上悬的啦？来这开6000块，搁开这10000块，16000而已啦。你拿去补习班啊，补习高考啊，我看唔拿开16000啦。安尼，所以咱个高级班，咱要提出有寡问题，和大家来有奖问答，安尼大家都拢了解。啊，那提到安尼，你就。足清楚啊！好，咱大家来进行吼。啊，这大家爱知啊，这我爱大家，我爱会记哩。咱的啊，主张是啥物？咱的立场是啥物？你去外口讲，啊，恁是一个社团哦，讲咱我是一个。啊，党派哦，咱绝对唔是。咱的主张是啊，依照这个国际法，要和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这是咱的主张。过来，咱来了解，咱是我遵循国际法、甲万国公法、甲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绝对100%正确，是安那流氓政府的法律系唔敢教啊，国际战争法唔敢教金啊，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安那唔敢教，法律系拢无开啦，咱遮就是别互恁拢唔知啊啦，这爱特别。回去老少年呢，读法律系，你甲讲，拜托去了解《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安怎？大家拢有家己的囝，也是亲戚50朋友的囝，那是法律系。公共行政系，阿伯要来插政府这个代志的人，拢爱突破。咱来这受训的观念，拢爱甲灌输，互伊爱甲讲，你爱比别人较清楚，啊无你阿伯火车咧行。你就搭不上线啦！你火车开行，你才为后边讲哎啊，迄阵啊，会怪讲，哎，咱这亲戚来唔敢讲这里，唔敢托这里，你都无迄个缘分嘛。你家己迄阵啊，就讲啊，这无影无一只啦，拢会安尼讲。我要讲，这个流氓政府的政党内底，啊，咱大家了解，这个叫做民进党的大佬，你敢能讲咱是啥？诈骗集团啦！我伫台南，咱的。啊，
办事处内底啊，有一个我是牧师啦，走来边啊，甲我讲，讲，伊听讲啦，伫台北有一个活动啊，伫遐咧讲咱是诈骗集团，我伫遐就甲讲，是虾米人讲的？伊讲着听人讲，我讲歹势。安尼是你讲的，我歹势，迄是你讲的，我就甲出去。伊才歹势，边仔一个，甲伊大家拢足熟悉的，我是人格者，伊才讲出来。姚嘉文啦，伊才讲姚嘉文讲的啦，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回去如果跟姚嘉文有关系，你可以姚嘉文列出来，台湾民政府给他炸多少钱，啊，如果没有，你要道歉。真正如果执政的时候，你不道歉，这个总算是我在这里说，我还跟大家我们的同心说，我们是美国政府所支持的单位，我们的同心里面如果违背到我们民政府台湾民政府的情形来这受训来这要做摇摆啊！我要跟大家讲，你后摆甲宾拉登同款啊！你走的台都无当味啦！是安怎讲 ？CIA 在甲咱支持，咱透过 CIA 讲，这个人走的台，全世界去甲找出来，以后拢俩顿的变形啊！安尼好啊嘛！所以在这要跟高级班的同心说，你来啊，你后摆你有这个责任，绝对要遵守，绝对要家己为着咱未来的子孙来奉献。那有这个心情，一个招五个来受训，啊，念的咱就执政啊，这咱差一步啊尔。希望来受训的同心，回去，家己的囝好，你甲讲，伊会唔听。因为有的甲亲戚讲，说不定较紧，说不定家己惊讲，哎呦，阮老爸可能拍歹去啊！你看那啥？因为伊受到这个拢骗的教育，我以前也互骗到戆戆戆，哪有可能的代志啦？咱得爱觉悟。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会骗你阿妹，安尼就好啊。人若讲啊，你这讲的拢无影无实质。你甲讲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你唔知知影无？那美国高等法院敢安尼判决？我甲你甲大家讲，这是。百分之一百，回去邀请你的亲友拢来上课，叫一挂骨较少年的、有能力的，咱发现到即马愈来愈少年，咱的迄个水准愈来愈悬，
头拄啊，那有一挂人甲介绍讲，伊会啊三四国的语文呐、啊，哦，真啊无简单，这拢是人才，咱后摆一定爱用着。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来者投资报酬率上悬啦，其他无得吹啦。哦，这摆好，大家清楚啦，吼、哦。啊，咱这就了解啊，吼、哦。咱我无要用暴力，哦，啊，甲武力，咱干那要甲美国讲，拜托你。你甲用存在来，啊来啊接收，啊伊占来唔走啊，爱拜托甲，请伊出去，吼、哦！美国有安尼咧做无？有咧做，大家拢唔知啊。确定啊，我提泡片，予大家看，予大家国靠信心，来。咱安怎？因为对啊，中国殖民政权的推动，也是不配合。我这要甲大家讲，足巧嘞啦！因为知啊，咱台湾的人民一般的个性，和你一挂好康的，啊，你就来登票啦。哦，即马李长。哦，咧招什么游览啦？旅长咧招什么啊？食饭啦？啊，旅长啊，讲要啊，招讲啊，要磨菜啦。这拢啥？互恁一丝仔糖仔好食，大家就讲哎，这个旅长袂歹。啊，了解了后，才甲你讲啊，咱就来登票啦。迄是在世界上，流亡政府是来足牛的，伊设一套延长他的寿命，延长伊的寿命。讲你看，这是恁人民算出来的啊！伊就是安怎用算计骗咱真正本土台湾人。哎，正常叫人民去登一票，人民爱开车钱，爱个了时间，爱请假，有诶工人，哎，礼拜六啊爱上班，啊都爱牺牲这个工资，啊来登这张票。选起诶人，红选诶人。你甲登一票提30块，党派啊！你甲登一票啊，每年提50块。你若去选举啦，你的落地啊底啊，实在是为你的落地啊底来底啦。支出四年拄啊230块，现了230。咱大家知无？这甲美国讲，美国讲，哈有这款的代志啊！伊讲真正恁是列巴普里克奥的卡西诺啦！啊，恁是迄个和那间咧赌博的啦，一个国家啦，伊都叫恁创一挂方法。予恁遮个糖仔食，无怪做到流氓政府的官员啊！好，遐好康，立法委员几百万，啊，权力足大哩，啊，有诶开免钱诶，真正实在官员。你若是依照新加坡的规定，国家无好势，公务人员减薪，这若足正确的。拿企业来讲，唔是啦，国家李厂长
哩哩啦啦，公务人员要来加薪啦，爱个编一寡啥奖金啦，所以咱人民过了足艰苦，无靠着咱人民啊，因为人民你甲看到啥，你是死老百姓嘛，都、就是咱敢看到努力啦，爱好大家爱觉悟，所以我自知影这个进行了后，我拢无要去登票。遐个历史讲，啊，你要予国民党几个棒哦？予伊几个棒？投票率那降来50%以下，要甲美国讲，台湾人民认为这个政府足歹的，所以大家不爱去选啦。因都唔是咱的政府，登一票，咱爱了230块，闹这个代志。要选的人的股票来哦来哦来，登我的票，伊要赚啥？伊要赚30块啊！所以大家去看卖，伫台面上这些人，是不是大家拢争取要出来选？想这个代志就好啊，无好康的伊也要出来选，去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咱过来看吼，这啊大家拢足清楚的啊，这啊足清楚。咱台湾啊是什么人的？日本天皇的。好、哦、啊，美国总统有什么？啊，咱有啊占领权，所以美国一定爱来甲咱处理啦。伊即马是较担心讲，咱有这个能力来接管无？咱啊训练少年的啊一挂人才拢侪毕业，伊甲咱规定训练4000名，咱啊够啊，咱办身份证41万人，那够啊，一定甲美国讲，你的规定我拢做够啊，你爱。把他們趕出去了，確定要讓大家看，美國都有在安排。好，啊，秘書長也說過，這是什麼？今天的報紙啦，啊，今天的報紙《自由時報》，你如果有去看到，吼，這去看，這個是什麼？疫情之啦，原炸疫情之，交予咱使啦。到尾啊，发现讲，中共迄边哪会知啊？啊，就是咱这边，讲国军就是啊，中国军，伊讲啊，国军。啊，就是啊，就是啊，中国军嘛，啊，共军、国军就是中国军嘛，啊，这都是啥？你看，对中不设防，难怪拿不到美国的新的武器，啊，这，到尾啊，咱我所知的是四代，到尾迄四代美国拢甲收收回去。个查查的，个搞等来判死，拢美国人家己使啊！真正请贵的掠药单啦，哦，请贵的掠药单。啊，这
唔是我咧讲，啊，这是报道出来，吼、哦，啊，这就是要让大家清楚。细汉的时，啊，流氓政府甲咱教，匪谍就在你的身边。大家唔知有感觉无？我要搁甲大家讲，你那是啊，咱的成员。如果你那是匪谍，一定甲宾拉登同款。你走的世界无当比啦 ！CIA 为世界掠出一挂去甲美国破坏这的人，走十几年啊去甲掠转去，啊，这拢是在的啊。所以伫遮甲大家讲，你那是了别啊，赶紧你家己爱家己了断，还是家己去安那去处理好些？吼、哦，这事实有啊无？匪谍就在你的身边。我细汉应家家，那是安尼啊，讲匪谍就在你的身边啊，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啊，咱足感谢咱的主席苏内桑，伊是日本的啊医生啊，我足奉献的，伊是我一个教授啊，我是一个人格者，吼、哦，伊啊带队啊。甲咱的啊，众议院的潘议长啊，带队去完成日本啊靖国神社的慰灵祭啊，啊，这是予大家看。咱日本甲咱交代，咱就爱去甲日本啊接洽，予日本的人唤醒日本人。知影讲台湾这块土地啊，是要因日本天皇的啦。啊，这吼、哦，这咱予大家看吼、哦，才会清楚，这实实在在，吼、哦，咱十二月。二十、甲啊、二四，咱我要去做一件，迄、那个叫做记载，迄、那个做历史的见证者啦。要做一件，咱要写历史啦。大家若要写家己的历史啊，希望恁都来报名，十二月二十。甲十二月二四，咱要过来带，要过来去啊，迄、那个靖国神社啊，来跟他啊参拜，啊，甲咱要去甲天皇祝寿，因为第一年日本人拢无啥知影，咱去了后，咱这个旗啊。咱这个旗啊，咱这个旗啊，入去个皇宫内底啦。日本人一定讲：“哎呦，安奈安奈啊！”从来日本皇宫都干那这个旗啊咧入去尔咧，拢这个旗啊咧，安奈啊，有这个旗啊出现，因只小夸。有去刺激到，哎、欸，啊，报纸，甲咱这支旗啊，这个红，这个内底啊，才甲咱造假啦，伊话规粒拢甲你擦红的啦，
因为感觉足奇怪，有诶唔知影讲哪只机器啊造出来。因为哦，咱这个红诶啊，咱看起来咱这个红诶，拢规个插红诶，比因这粒较大，较大啊。所以咱讲阿姨甲咱插插红诶啊，咱才会知。第二年搁去啊，啊，即马唔敢啦吼，即马唔敢咱。所以啊，这咱搁予大家看吼，啊，咱这是九月初五啦，搁去美国华盛顿 D.C. 吼世纪酒店吼，啊，感谢咱啊主席甲秘书长夫人吼去啦，因遐会搁报道吼，因啊会报出来报道，甲咱报出来吼。啊，当然这咱我因为这都、就是。这就要让大家知影吼，这就是啥？美国国旗嘛，啊，这是啥？这是车轮牌的嘛，啊，所以这个基德舰呐，啊，那是开足侪钱买的，啊，那插美国国旗伫面顶，啊，这就表示讲，大家看这就足清楚，较重要的武器、较先进的，会拢美国直直收啦。直直收起来，家己使啦，家己啊接管啦。啊，这敢爱去电视安尼咧报？电视则无要报咧。好，过来，咱过来看。啊，这因为大家牙手过，这大家足清楚啦吼。咱啊，这回买房，吼啊，那要爱了解吼，来确定去，吼有诈。随身带来扩登去，啊，登去看，哦，这就是咱今晚要甲大家讲，咱的身份证是100%美国制造，哦，美国制造合法台湾政府身份证，哦，啊，这但是要予大家了解，因为咱呐、啊、是高等法院的判决，咱是啊。本代表啊，原告，美国政府唯一支持的原告是台湾啊人民，不要上当，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啊。你哪去参加各种的活动，然后这个机会，不一定。爱入去啦！我去看，有诶有这个机啊，甲这个机啊，这都是美军嘛。伊干那法理上干那一半尔，是安怎法理上一半？伊认为讲台湾是美军占领，台湾地位没有定论，让来公投啊，摆啊，台湾可以自己独立。大家必须听安那甲咱讲，你住伫国宾，国宾是你的哦，哦，恁三四个啊，四五个讲住伫国宾住五六十年啊，讲啊，恁咱来公投，国宾是咱的，可能吗？绝对无可能，所以爱甲大家讲。伊若敢若这两支旗诶，你免去甲参加啦，啊，搁去甲了解讲有这支旗啊无？然后这支旗啊，伊诶论述都甲咱同款，吼、哦、啊，就是我有这支旗啊，所以这点足重要诶，你去看伊插起来诶旗啊，是甲咱同款了无？啊，那无，我直直转来，免去遐解讲，伊个论述绝对唔对。真济讲台独大佬也好啦，一寡遐讲啊各种个学术界遐也好啦，因即马我想要讲，因也是要来创一个讲啊台湾个地位未定，所以伊。战争这两支
啊，其他啊，都住伫台湾人这个人来决定啦，绝对违背国际法。迄、那个领土，咱儿子啊，固有领土，用战争可以分割吗？绝对不可以。马关条约很清楚嘛，那个日本把奉天交回去，过去签一个一个条约叫做咱伊遐个甲咱提款尔，奉天过回，迄、那个奉天就是辽东半岛过还给中国。是安怎？嘿，固有的领土嘛，固有的领土绝对不可以分割的啦。这国际法内底的规定，噶只嘛，美国伫世界上有虾米争议？钓鱼台、台湾，伊拢依照国际法解决争端。啊，国际化解决争端，国际化啊，这就是日本天皇的所有权，里面啊有可能去分割出去，用战争绝对不可能。确定啊，咱会和一个 PowerPoint 来看，那要用买卖买卖会杀你，好、哦、啊，中国我有咧笑想啊。好、哦，这咱特别讲这个晶片的代志。这伫迄、那个五十六期啊闭幕的时啊，我有叫因一挂来现身说法。好、哦，这现身说法，大家清楚嘛？吼、哦，哎，这个要给大家看一下，喂，有要看无？这个影片有要看无？好，大家好，咱我这影片好，大家看一下，好更加清楚。好，而且拜托，一定，弟兄弟兄，所有大家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弟兄弟兄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童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义灰熊干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
安尼大家足清楚，咱这个是晶片哦，是晶片哦。足济人讲啊，这有影无影？我爱甲大家讲，咱啊执政的时，以前请的，大家开1000块。阿爸也发消费券，一个人退乎你5000块，这就是啥？恁是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你都有享受这个权利。这就是安怎？因为你有来斗三工着。因为希望大家爱家你的亲戚鼓励来办，啊，这确实是100%。即马外口啊，足济个啦，拢是啥讲啊？300块啦，啊有500块的啦，啊有100块的啦，各种啦，这拢是啥？要把咱的时间拉下来，咱大家都爱讲啊！你300块、500块，恁迄拢无晶片啦，阮爱晶片的啦。安尼大家有清楚无？感谢大家。这就是安怎，予大家看。影片给大家看，签一发以后，第二天讲美军撤台30年，第七舰队啊官兵啊来台湾，这是左营军港啦。啊，这是表示啥？恁已经签啊和平条约嘛？啊，恁。中国人，恁话会使转去啊？美军来的接管啊！后来过来，是安怎？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联勤总部呢？这是叫做后勤的后勤单位。后勤单位就是要作战，一定要后勤的。啊，起码无要作战啊啦。美国讲，恁军队慢慢啊，拢爱收收起来啊啦。啊，这就是例子啊。吼，啊，大家会了解未？这大家无了解。啊，这脑影片啊，咱因为时间上，难要确定的，恁才去看。啊吼，这脑影片啊，咱啊，不爱给大家看，咱过来看看，是不是咱即马不征兵啦？是不是袂使征兵呢？这咱甲美国讲，咱甲讲哦，恁讲恐怖组织是3个条件。第一个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是国家，啊，你家己讲的。第二个，啊，征兵。第二个条件，恐怖分子，当地征兵。第三个，有武器。哇，流亡政府都要具备，所以。甲美国讲，美国讲安尼，流亡政府不要征兵，你们的武器啦，那个国徽都取掉。啊，金门啊要撤军啊，啊，这那是报道啊，吼、哦，这个报道唔知道，会使予大家看一下无？好、哦，那要啊，再拜托吼、哦，咱这个报道。好，大家看到最后。
今天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桃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台北报道。好，谢谢大家。您的心内有准备啊？无准备啊？啊，就好，好。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啊，唔是我咧讲啊吼，咱过来看来，好，咱来看啊，下一个 PowerPoint 吼，哦，即马就是要拜托大家啦，回去，你若是倒一个单位，你是台北州的，赶紧甲你的亲戚。讲台北来遮请身份证，好，这是重庆北路2段108号，这吼双连车站大桥头啊站下车，拢会到。希望那台北啊，是你台北有亲戚，拢甲叫伊来遮。哦，啊，过来，啊，过来，那是啊，咱这个新德州的啊，就来叫伊啊，万寿路伫这个所在。你看扛板挂个遐大啦，大家爱有家己有信心嘛。过来彰化，然后彰化南坡的人来遮，吼、哦。过来啊！台南州好来吃啊！来，吼、哦，来，林森啊，路一段吃好、哦，过来，所以咱哦，全台湾啊，拢有咱的哦，做啥？各州的办事处啦，哦，这有我当初伫遮，过来玉里，吼、哦，拢有啦，所以要甲大家讲，请大家拢来办身份证，去到遐足简单，哦，那去存刷啊身份证啊加啊户籍。成本啊，付1000块啊，有诶，事务所也有设备，甲你翕相也有，吼、哦，啊有诶，服务足好咧啦，大家都过来去领这个要做啥？芯片诶身份证，哦啊，因为时间上诶关系啦，这就是讲啊，这叫做光复节啦，
光复节讲挂这几国旗啦，咱即马吼，即讲甲你讲光复节啦，吼、哦，这是啥？十月二七日，我的报纸给咱一个，安怎讲？破除光复的神话，中山堂前啊，就是讲，伊这挂四支啦，啊，甲咱的旧的照片，是毋是同款？哦，咱来看是毋是同款？哦，是毋是这四支？啊，这是啥？英国的车轮牌，美国啊，甲苏联。哦，啊，搁咱来看，啊，这是啥？英国车轮的，甲这个做啥？美国苏联的。今嘛，本土台湾人，因则讲啊，原早拢去用骗去啊，啊，就是安尼啊。今嘛，因则来了解这个情形，啊。这就是啊，甲要甲大家讲的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咱就是要甲大家讲，拜托所有的咱的同心做两件代志就好啊。第一，就爱介绍你的亲友来上课，啊，搁请身份证，万事拜托，感谢大家。咱今天的客车下课，各位同学请起立。对，拉卡希雄，然后还有请各位学员将椅子搬到桌上来，谢谢。